其实光这个车头啊，你就会发现它的层次非常的多。那当然水箱护罩都换成了这种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有点像是棱栅式的这种设计，头灯还有里面的一些光感的套件，光剑型的日行灯，这就是奥迪的组合，奥迪的就是它灯光大师，没错没错，灯光大师。